介绍用新鲜的草莓去做新鲜的草莓酱哦。我们今天准备砂糖、草莓、柠檬哦。我们用新鲜草莓去做的新鲜草莓酱好了。像我自己啊，个人很喜欢吃面包，然后每天早上都会吃，所以我就觉得说自己做的一个新鲜的草莓酱啊、水果酱放在冰箱里面，就会觉得可以吃得到新鲜的东西，然后对身体又健康，所以呢，建议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哦。然后呢，我今天用的是白糖，因为就是摄影的关系，拍摄比较漂亮。可是我建议大家呢，还是用 brown sugar 或者是蜂蜜，这
这样的话对身体比较健康，要好好照顾身体。然后呢，刚刚做的那些酱可以放在这种瓶子里面，然后可以保存在冰箱里面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，最好是一个礼拜以内给它吃掉会比较好。然后因为毕竟新鲜的东西，所以新鲜的时候赶快吃掉比较好哦。那喜欢的大家不要忘记按赞跟关注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